要唱歌，或者是展览啊，或者是媒体上也好多。但是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些当代艺术家们怎样来呈现的议题，而且他们绝对不会是很直接的来讨论，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思考和想象，然后来带领观者来进入到这个议题里面，然后你无形之间好像就会开始来思考这件事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类型，他们说十方法界就十界就是分为四圣跟六凡。四圣就佛菩萨圆觉声闻，六凡就是六道。你走进宝藏